我们来玩游戏吧，怎么样？好呀，真心话大冒险，多无聊的游戏啊！我喜欢。嗯，好，我同意。你看，帅哥都同意了。好吧。嗯，那就黑白配决定胜负。行，来来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你也有今天，来吧，选吧，真心话大冒险。我选真心话。不行，谁要听你真心话？你那点事儿我们都知道了。我大冒险，怎么样？好，大冒险就大冒险。对呀，嗯，有了。你呢？用嘴咬住这个，咬住。不能用手，把这个给合上。我停。你自己选的大冒险啊！我帮你。哎，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，太难了。这是游戏规则，游戏规则就是不能用手，想办法。啊，我来试试，加油！赵平凡，我是不是问过你，陆安娜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说不是。所以呢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喜欢她，想让她做我女朋友。陆安娜，你愿意吗？我们也玩吧。玩什么玩？成心的吧你！安娜，别过来。对不起，安娜。如果你只是来道歉的，我不想听。我不是来道歉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是认真的。可是你都不了解我。我觉得我了解你，但我不了解你。了解一个人多少，跟喜欢一个人没关系。安娜，如果你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感觉，那我就立刻离开。英文啊，行啊，安娜，都谈起国际恋爱了。
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赵平凡的鲜花啊？快了快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就在你那个最浪漫的时刻，赵平凡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扭头就走了。他的性格你还不了解？你以为像你啊，跟个电灯泡一样？哎，我追出去是怕你出事儿啊。行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其实我不喜欢玫瑰花。 林志军还是不够了解我，姐姐，你都已经收到花了，能不挑三拣四吗？我没有挑三拣四，我知道啊，你喜欢丁香花，可是你让一个刚认识你的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可能了解一切呢？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喜欢我的话，他就应该了解我到底喜欢什么花，喜欢什么电影，喜欢什么？你喜欢恐怖电影，喜欢发呆，喜欢逛街。 还有呢？还有，你喜欢小资情调啊，喜欢晒着太阳，喝个咖啡，然后晚上在海边的月光下听着 blues， 上班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给你准备早餐了，不过没想到你起得这么晚，菜都凉了，马上热一下。听说你喜欢煎一面的鸡蛋，是吗？我问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喜欢丁香花。谁说的？ 把它收买了，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。嗯，混蛋，这跟他没有关系，都由我来承担。说的就是你，混蛋，吃吧。 慢点吃啊。我们10点开编辑会。 知道你喜欢恐怖片，所以让你亲身体验一下。生日快乐，喜欢吗？我现在不喜欢恐怖片了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浪漫爱情片。
多亏了我的情报呢！哎，现在他们出去约会了，我一个人好无聊，你过来陪陪我嘛。啊，我很累了，改天吧。早上的丁香花，露天的咖啡馆。这些都是格雅告诉你的吗？嗯，是。那接下来呢？你就要在这儿默默地陪着我看月亮吗？什么？我不冷。海风会有点凉的。你费这么多功夫，就是因为我说过，我喜欢在海边听着蓝调 blues 看月亮吗？等一下。是唯一期限。